也无着明辨，甲咱说明到底伊贪倒一条钱。所以，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政治的审判。政治的审判不是法律的审判，若是法律的审判，政府要真明确；若是政治的审判，毋免有任何的证据。所以，陈水扁先生的受理伫监狱内面是一个冤案啦。圣经内面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，主耶稣伊有哪讲一句话，讲为着伊受压迫的人有福气啦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我常常会记你这句话，就是一个追求公义、追求真理的人，在这个世界内面，有时阵常常是孤单的，常常是孤单的，常常是孤单的。这个为追求真理、公义的人，伊的心内是一片光明，因为伊是甲上帝国度是同款国度的人。所以伊咧人生的中间，伊常常会去追求这个公义、公义、真理、自由、民主。这款的路是孤单，不过主耶稣讲，伊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，伊是属于天国的这条路的人。主耶稣的老母，主耶稣伊本身就是追求这条路的人，因为追求这条路，所以伊用掠伫树顶的十字架顶的时阵，到迄个审判，掠到伫迄个城门外头壳弯迄个所在，我捌去到迄个所在，甲伊参观，就是遐有一个山坡地，拢是老古迹，遐个石头有特别有一粒真大粒的石头，到即摆也伫咧，两千几年来也伫咧。那亲像人的头壳，人死了后，迄个头壳骨有两粒目睭，鼻仔的所在后空，目睭的所在后空，嘴的所在后空，好亲像即粒石头，大粒山有遮个有遮个空，亲像人的头壳碗共款。咱的头壳碗就是有这款的空，所以迄粒山生做是安尼。耶稣就是有人掠去底下甲钉十字架。当伊受钉的时，伊的老母，甲有几来的妇女，甲伊的学生、群众，真侪人伫迄个所在。耶稣虽然是受，特别受是受钉，但是呢，伊是还佫就是。人的子，所以伊是因家的大子，伊还佫在尽伊的责任，甲伊的学生、甲四周的人讲，伊还佫看念伊的老母玛利亚，所以当时伊的老母玛利亚，甲伊的阿姨嘛是叫做玛利亚，甲伊的一个妇女嘛叫做玛利亚，还佫有另外一个妇女。有四个妇女在伊的身边，伊迄个时阵，伊的老母玛利亚看见伊的后生耶稣特别受着。伊啊，咱看圣经，无看到讲伊的老母讲什么话，但是主耶稣在迄个时阵，伊的老母在迄个十字架下面看伊的后生特别受着，心内真艰苦。咱昨看见陈水扁的老母，陈立新女士，心内真艰苦，讲伊的目睭常常流目屎，到甲目睭拢看无，伊感觉伊的生命无久，伊真烦恼伊的后生陈水扁先生。我咧想，所有的老母拢同款，对伊的后生。为着伊来受压迫，诶，这项代志，
伊心内真担忧。但是主耶稣的老母玛利亚，伊伫遐免求罗马的统治者，伊无求罗马的统治者偷放伊的后生耶稣。伊有原认为伊的后生就是为着伊来受苦，为着伊来受压迫，所以伫迄个所在，敢若替伊的后生祈祷。伊伫迄个所在，对伊的后生行到即个头壳弯的山顶，伫迄个所在看伊的后生为着伊来受定死。伫迄个时阵，伊的后生耶稣看到伊的学生，军队伊的学生，就是一个叫做约翰的人。这个约翰就是伊的表小弟，伊伫遐甲吩咐伊的学生约翰甲讲讲，看，你甲看，你的老母，那是耶稣的老母。但是啊，学生甲讲讲，看，你的老母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我为着伊来受牺牲，我的老母同样就是你的老母。我的老母无为着我来困求罗马政权来甲我讨伐。对，即马开始，对打了后，伊就是你的老母，你会当甲照顾。佮伊的老母讲，看你的囝。甲伊的表小弟讲，甲伊的老母讲，这就是你的囝。即个为着追求公义，为着追求真理的人，恁就是老母甲后生的关系。恁若是行这条路，就是老母甲后生的这个关系，唔是干咱我是你的后生，唔是干咱你就是我的老母。咱拢总是伫上帝这个公义的国度内面，正做老母甲后生的关系。对迄个时阵起，就将伊的老母交代予这个约翰，交代予这个为着追求公义的人的手中。所以，对咱台湾人来讲，每一个为着追求公义来牺牲的人、受判决的人，伊的家庭就是咱的家庭。对这个追求公义的人、受判决的人，伊就是咱的兄弟，伊就是咱的姊妹。所以耶稣伊伫两千年前所讲的这些话，甲伊的老母玛利亚的对话，正做今仔日咱踮伫台湾，伫追求予台湾正做一个新时独立的国家的人，这条公义的道路，这条路是咱所有的台湾人伫行的一条路，咱来去追求，予台湾成做一个新时独立的国家，予即款的政治的冤家，予即款的政治的审判，无搁再伫台湾来发生。若是有审判，就是要按照法律来审判，毋是用政治的理由来审判。所以，对台湾人来讲，耶稣基督甲伊的老母玛利亚的这个关系，伫当时所咧做的这个对话，所咧完成的这个关系，正做咱台湾人以及全世界咧追求民主、自由、独立的国家，而这个人民正做一个典范。所以，咱应该伫学习主耶稣甲伊老母玛利亚的这个关系时，咱今仔日咧庆祝，这个无真济。虽然咱在场的人是咱遮个济济人，还佫有济济母亲、济济咧追求公义、民主、自由的人咧行这条路，咱对耶稣基督得着学习，对伊的老母也得着学习。过去，玛利亚讲，伊知影耶稣基督是无罪。以前，咱嘛听见陈立新女士，伊嘛咧讲，
伊相信咱水碧先生，伊讲伊相信阿扁啊，伊自少年就袂爱钱，所以甲伊讲伊是贪污来犯罪，伊袂当相信，伊也袂当接受。所以这个代志，伊2000年前耶稣的老母相信伊的后生，2000年后的今仔日，但女性女士相信伊的后生阿扁啊，是共款的。